接下来今天晚上咱们第一场游戏，先来一把团队压压惊，先让你们看看我超级无敌大喷子的实力。这种低端局啊，大家知道吧？其实真的是太没有挑战性了。有些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拒绝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太简单了。大铁哥，你超能力真强啊！我没有超能力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只是一个农民，爱上网打游戏，干苦力头都是生理。好了，直接开战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咔咔两下就把对面给盖蒙圈。好了啊，这个地图玩这个枪不是太适合，因为有点远，不是太适合。我们换个武器吧，好吧行？这个武器玩这个地图真的是不是太行，我们换个 AK 吧，好吧？换一个火麒麟吧，好吧？这一把咱们用火麒麟来搞一把啊，让大家看看我火麒麟的实力。玩火麒麟真的是太简单了，看，扫就行了，大家咔咔两下就能扫死了。天哪，人都在哪儿呢？大家挺灵动啊，命中率挺高的，你真脏啊，你真脏！现在把大铁哥给弄死了，行啊，看我怎么报仇又行。哎我去，什么鬼？拿了个狙，天哪，太不公平了，兄弟们！哎呀，我去，什么鬼？能不能不要这样，哥哥？我们在打直播，你这样直播会很没面子的，哥哥。我的天！大哥，第一把游戏能不能给点面子？多多少少杀两个人行不行？到现在为止杀了一个人，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，哥哥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不用慌。那这个我先有歇吧，别慌，没有到时间的。抽奖没有到时间，你先不要慌，看我如何轻松简单就掉对面。啊！哎呀，我去啊！对面的人太脏了，大家发现吗？他们太脏，这个地图不适合我。要是玩运输船，那大家知道吧？我早就把他们干哭了就。关键的不是运输船。我的专属地图啊是运输船，玩这种地图简直就是在欺负人的，因为我不会玩啊，乱七八糟啊，对不对朋友们？乱七八糟的，咱都不知道人在哪，咱都不会看，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问，反正就是莫名其妙就让人给干哭了，对不对？吓人了呀，瞎扫就能爆头，还是黄金，真好。啊，对，啊 ，nice。真好啊，子弹多啊，别的没有，就只有子弹。啊、真好，就这一会儿就十个人了，兄弟们。这个地图啊，玩团队啊，其实没什么技术可言，就是瞎扫就 OK 了，来了，控制这边瞎扫就 OK， 搞定一切。看，哎呀我去，这个大炮真脏！天命老公助我一臂之力，让大条哥选上我们有没有？咱们抽奖都是随机的，谁中奖这东西没法控制，谁中奖这东西没法控制，如果控制的话就能骗着。三杀漂亮 ACE 到手，兄弟们，再来，卡住我了啊！这把应该是赢了。辣哥怎么加你的粉丝团？没事，你那个看直播就行，把名字一改就是粉丝团啊，把名字改成那个辣家丁加自己的编号就 OK 了，就没有那么多事儿啊。来，任务完成。对，很好 ，nice。简单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咔咔两下，就把对面干蒙圈了，没有挑战性。